个啊项目啊，四人长棍接力跑，八男四女，我们俩上，我们俩再加两个人上，直接能跑过他们。我觉得呢，就咱们几个吧，你我野哥任豪，我们上四女的，应该可以。郝总可，郝总说我不沾边啊，沾不了边，不搭理，不搭理。四女出来了吗？出来了。八个，我们这边三个，我是四女，抱抱四女就行了。四女野哥也有一份，野姐、张妹、夏光之，我们四个去，绝对能拿个冠军，绝对是第一了，一定拿冠军回来啊！对啊，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。为大家先表现一个娱乐项目，给大家放松一下。哥，你怎么突然叫我哥了呀？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求你的时候，什么意思？求你的时候叫你爸都可以，大弟。当年我们俩刚住一块的时候，我们刚认识，他也是跟叫哥，后来聊着聊着价值观。我打中海绵宝宝算受用菠萝吗？你别打我呀，铁子。应该是这个弓不行，那个弓更奇怪。是菠萝不行，菠萝都不知道动一下，菠萝刚才跳一下必中。三年玩不明白方向啊！啊、哦，他每年都参加，怎么左右方向都搞不清楚？小心点，老师还在那呢，周志南。先感受一下，他是学习小童哥，小童哥练的时候就喜欢一直打右上角，他是在向偶像致敬。他莫不是要打一个闪电？那他下一个应该是在左下角了。你参加吗？他吃瓜，他等着吃菠萝呢，一会儿。